现在，即阵男主张德正塞车去弄总统府哦，国安局提出出发的名单，马总统嘛，昨嘛甲即发名单来微调做宣布，包括国安局长蔡德胜是口头警告，特勤中心副指挥官许彦勤记个一改处分，四位市有个宪兵李应雅相关的主管嘛，记先改处分。张德正在今年过年之前开山轿车弄总统府，显示总统府预案出现了大漏洞。马总统在这个月7号核定了处罚名单，因为国安局是特勤中心主管机关，无确实尽到督导的责任，因此对国安局长蔡德胜口头警告。特勤中心副指挥官柯彦晴原本国安局提出记性改一摆，按过副方最后加重处分记过一摆。基本上总统是一个衡平考量啦，政务官的处分跟那个事务官本来就是有差别的。副指挥官他是实际上督导整个总统维安的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已经考虑到整体的一个情况。包括市委市警卫组组长李贤辉先改一摆，宪兵李义英营参谋主任吴炳贤先改一摆，营长李志勇先改一摆。台北市警察局部分是由台北市政府决定。国安局长蔡德胜表示接受安尼处罚，不过蔡德胜处分虽然轻，被警告的意思却是真大。被媒体问到是不是已经做好落台准备，伊表示政务官有起有落，正面看待。我想政务官有上有下吧，我都是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看待的。这个新陈代谢是个好事啦，所以各位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。外团驻美国代表金普聪三月中回国了后，对担任国安会秘书长了后，都可能对国安局政治人员的人事问题有所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